小雅，该起床了。小雅，秋千修好了。先洗脸。我是秋千之王，秋千之王。安，您的电话来自国家科学实验室。喂。啊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来。好的，一会儿见。对不起啊，妈妈有急事，必须出去一趟。我知道。乖，妈妈知道，你一个人也没问题的。啊，记得洗了脸再去玩啊。接下来指阳，您的电话来自国家科学实验室。喂。啊，嗯，好的，好的。小雅，对不起了，妈妈又要。我知道。对不起了，我知道，你一个人也能做到的。嗯。
我的小叔，小雅。Thank you.
您的电喂，对，我这里也是。好，没问题。那 LSL 呢？我当然知道 LSL 产量很有限，等会儿具体开会说吧。请注意，我知道。请注意，当然是线上会议。现严禁任何人员以任何理由外出。严禁任何人员以任何理由外出，但请百姓放心，必要资源会按照人口配给，由国立货物管道系统送至各家各户，市内中央供暖系统也会无偿24小时开启，而国家科学院已联手国家保障局。
稍等一下，是小雅。对不起啊，妈妈还在忙，你再去看一会儿书好不好呀？但我……好吧。乖。是，原型已经完成了，但哪怕成功了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怎么去自动工厂呢？现在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无法在外面正常工作。啊，有了！Thank you.